法相微识中报名喽。AI 时代，意识的时代，微识心理学，科学与佛学联袂出击，独一无二人生解套。佛陀教育基金会假日佛学院免费，即日起课程试听加上开始报名。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63号6楼之1，时间每周日9点到12点，开学日2024年7月7日周日。联络人：蒋露华，课程助理，手机0960593815，备注欢迎来电预约专场试听讲座。以下则是法相微识中师资阵容的坚强。首先，班导师释正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现任觉西轩全球弘化精英平台首席执行官 CEO， 宗教与和平协进会副理事长，历任辅仁大学纽约长岛大学学术合作计划案首席执行官 CEO 兼讲师，李岳德教授强强联合玄奘学术研究院法相微识中硕士博士教授，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朝阳大学会计系兼任讲座教授。因为第8品是如来成所作之品，是最后一品所谓的佛的功德品。对，那整个的解释密信的铺陈，我们就看这个图。基本上我们要从这张图基本上看起来，就是虽然是在现象界，但是看起来非常清净，也非常明确的一个成佛之道的道路。到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心应该摆在哪里，你实践的成果就会浮现出来，在你所表现出来的你的境界像跟图像。所以我们看的每个石头都是在我的眼光看起来是有不同的石头，既有心，但是呢它都很清净，还有一条道路到我们现象界的一个所谓的很明确的一个终点跟方向。那文殊呢借这个机会请佛陀他来开示说，那最后我们如果能够一路这十地菩萨走完的话，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用什么样的境界是我们所呈现的？那反过来说，就我们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们就用佛有功德当作我们的因力法门，以中为始的方式来做学习，来做参悟，就好像法师在四个超越里面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做一个前前后后的相应。对，对，是，继续。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啊，张兆麟呢讲得非常的好啊。就是他切到了一个成佛之道最需要直击要害的是你的心呐、你看这边有一颗心对吧，其实这边也有一颗大的心，对，那所有的心它指向哪里啊，这就是下一个要发言的人你要发挥的重点嘛，对吧。 1,2,3,go 来 1 好，讲的话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试着来分享。对，我觉得那个海基那条线就是那个事实上就是这个心，大心小心，这个沙滩就是现象界，然后那个画那个海滩以外就是终极本质，所以终极本质事实上就像是如来的如理说，他已经证到的法尔如是知道说终极本质跟现象界是一体两面，但是他教化众生他一定是需要下降到现象界，所以变成说他才会有延伸一条路走到这个沙滩来，就是下降到现象界里面，这是代表现象界的幻化的方便说，所以这个是一体的两面这样子。 OK 好，所以蒋露华是认为诸佛是在终极本质，就是在沙滩以外，他把它设定为是终极本质，所以诸佛是下降回来走这条路回来教化众生。那如果我可不可以倒过来说，诸佛在娑婆世界示现给众生看，你有一颗宝贵的心，我也有一颗宝贵的心，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成佛的心，我开妙法莲华经讲世尊下降来娑婆世界跟我们在一起，给出了四个指导的方案是什么？张兆麟你最喜欢讲的开是悟入开开佛之见，
在这边他的讲经说法一定不会是方便说，一定都是如理说，开佛之见，让你知道，就是诸佛他想要成佛，他第一个他的出发心是什么，在开佛之见里头要表达出来，开示示现给你看我怎么走这条成佛之道，然后再来第三个是悟佛之见，带着你去体悟成佛之道的不可思议，然后入佛之见，就是因而你透过开示悟前面三个准备动作以后，然后你最后是入佛之见，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到直到你成佛为止。所以这个图我找了很久啊，对吧，就是诸佛的心，然后众生的心是无二无别的，心佛众生无二无别，都在现象界，所以现象界是成佛之地，你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借由诸佛的教导开示悟入这四个阶段走圆满这个成佛之道，体悟到终极本质跟现象界是合而为一的，是超越空有的，然后也超越相生有无相生的。对，好，还有吗？还有人要再补充吗？ 1, 2, 3, go。 有吗？张明正，有人点名你啦。好，你来讲，来，麦克风不见了。哦，各位学长大家好，我让我们插座了。好，我张明正好，其实我看到这个图。我第一个心想的是那个中间那个心，这个对对，中间那个心，它其实我大概也是觉得应该是悟到一定的程度，它里面的那个境界非常的清，非常清楚，里面对跟外面的现象界、里头都是西米露了。对啊，就至少说它看起来是跟外面比起来，它是属于对它细致，这外头杂染很多，杂染对粗的杂染，它里面呢，它真的其实它算是已经悟到几乎把所有的杂染都洗得清净了，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一颗这么安静，让你看了非常算是一看你会受影响，你马上心就会静下来。那你外面的这些你一看你会被引导，因为风花雪太漂亮了，风花雪月太多了，会到外面去，所以你只要悟到了你就会不一样。是，我的感受是这样、非常好。所以你看哦，每一个人想的视角都不一样，你他那个张明正是从这边出发的，他的视角摆在这儿，师父的视角战线很长啊，我从诸佛的心跟众生心是无二无别开始，然后去阐述成佛之道的四个步骤，开示悟入这四个步骤，来到了证悟终极本质，同时还要体悟终极本质跟现象界合一的那最后的那个就是有无相生，超越空跟有，然后达到有无相生的那个境界。我讲这一段话是要表达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给你一张图，你不用考虑对跟错，你就是尽管讲讲出来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图档对你的启发作用。还有吗？好，张兆麟第二次发言。好，好，好，我基本上不是要第二次发言，我是想请教一个问题。对，可以吗？好好，请讲。因为我看到食品跟今天的标题哦，对，就是老师在上这堂课的时候一直在鼓励我们去我们是念诵所谓的文殊般若波罗蜜经，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对，那我有一个认知，不知道是正确，我希望能够做个。这个开示、好，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基本上是好像是一个博士生，文殊以博士生的方式，把他什么样的正观第一种想法，请佛来做，他来做应持。对，那这边这边好像是说，文殊是替我们众生来问佛说，达到最后的成佛之道的境界的时候，所呈现的境界像是什么？对，你切住了一半了，这一品不只是谈。如来他最后成佛境界的功德的示现，不只是这样子，就是还没有成佛以前，你看吧，我的标题，我上课以前我设定的课程的名称是以解深密经要融摄止观这个分那个瑜伽品，
分别于邪品，我们侧重了止观。完了以后，现在来到第九品，第九品，是第七品是地波罗蜜多，就是告诉我们止观帮助我们成就了菩萨的阶位，然后由菩萨要进入到真如观，真如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如来藏的境界。所以这一品，我今天的那个四经题，四经题就是这品到底在讲什么，里头就有讲到了，它不是只有介绍成佛以后的功德是怎么样，不是，它还示现了成佛之路它要怎么走。因为如果说他没有示现成佛之道要怎么走的话，如何来跟如来的功德相应，你就不可能相应嘛，因为你这个道路你自己都没走过啊，对吧？怎么能够体悟到如来的功德如此的浩瀚，它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所以如来曾所作事品不是只有讲如来的功德，会讲到如来的功德就在法身，今天还是会讲法身、报身跟什么身，应化身，三身还是会再重讲一遍，因为上个礼拜你们表现太烂了啊，完全不合格啊。对，我记得我已经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三角图，你说的那个三角图，找出来，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原来它已经被我扔掉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从垃圾桶把它救出来。我在这一堂课至少那个三角图曾经出现两次。也就是说我对各位同学曾经讲佛的三身至少两次了，但是我发现你们不清不楚，太混了，就是你们也许自己认为自己都懂了，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上个礼拜的陈述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所以我今天还是会再重讲哦，重讲佛的三身。因为佛的三身，如果你不确定你是正确的理解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成佛怎么成佛嘛，对吧？你把化身当法身，那这有意义吗？毫无意义啊，因为你搞混乱了嘛，对吧？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哦。好，善修出这个应该打错了，转一成满，是名如来法身之相。对，好，所以一定是会从法身先开始讲，而且会介绍什么叫做转一。然后有人要来跟我介绍什么叫转一吗？你们为师一定学过嘛，对吧？来 ，one, two, three, go。你看哦，师父讲我会依止什么经典，我都依止了。解深密经基本上每一堂课都在讲解深密经。瑜伽师地品，我在讲那个止观那一品的时候，就依止了瑜伽师地品。现在讲真如观，现在就是在讲怎么成佛之道，真如观嘛，依止的是成为师论。像这个都在北大读博，因为我读的是。中国哲学嘛，所以这些都是规定必修的课啊、哦。好，很多人他说，哎，北大有佛学嘛？那、no, 佛学是在我们，比如说我在辅大念的是宗教学系，那宗教学的宗旨，它的核心要义就是哲学啊，而不是你去一个宗教学系学拜拜啊。不是这样子啊，那些仪式对宗教学系的硕士生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核心还是在义理上，就是他的哲学的系统。对，宗教学系就是你不只要修佛学的哲学系统，你还要修道教的哲学系统，五大宗教的哲学系统，你在辅大的两年之内要修满。对，好，师父要播出来的是。六根圆通是我们观照之源，观照之源。六根圆通指向本心清净心。如果我们观照没有用本心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是偏一边的。所以这就要强调六根圆通的重要性了。法相唯识中报名喽。AI 时代，意识的时代，唯识心理学，科学与佛学联袂出击，独一无二人生解套。佛陀教育基金会假日佛学院免费，即日起课程试听，加上开始报名。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63号6楼之1。时间：每周日9点到12点。开学日：2024年7月7日。周日，联络人蒋露华，课程助理，手机
0960593815，备注欢迎来电预约专场试听讲座。以下则是法相唯识中师之阵容的坚强。首先，班导师释圣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现任觉西轩全球弘化精英平台首席执行官 CEO， 宗教与和平协进会副理事长，历任辅仁大学纽约长岛大学学术合作计划案首席执行官 CEO 兼讲师，李岳德教授强强联合玄奘学术研究院法相唯识中硕士博士教授，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朝阳大学会计系兼任讲座教授，今日共享全球直播教学解释秘经融摄止观真如观第33期教学主题一影多影西移镜面起，课程新的报告第一名投稿文主题六根圆通观照之源，投稿人静静金秋，职业医师，四川，投稿日期2023年8月5日。首先共享坚持是觉醒的基石，睿智的圣玄师父在本期的教学中借由视频坚持成败的分水岭，指出坚持才是觉醒的基石，并且进一步教导何谓六根圆通，为何它是观照之源，余生着感悟如下。一往昔视频坚持成败的分水岭，描述坚持与执着的差异，坚持强调内省和观照的内涵，内省与观照不执着宇宙万象之任何一法，据此促使我人倾囊前行，不断积累正能量，从有相培福转化成无相修慧，其修学内容包括不断生花思维，能量着生彰显智慧，果位拔高，最后契入空有并具有无相生毕竟空的境界。反观执着则是一切向外攀援，最终感召为缘和怨对，所以坚持是成败的分水岭，是成就内在觉醒的基石。以下让我们共享六根圆通观照之源。生前教导圣玄师父继续指出，日常生活中当午时眼耳鼻舌身时同步工作之际，例如用餐，我人容易误以为有六个分别意识同步参与其中，其实不然，第六分别意识始终只有一个，用以统筹前五世的和谐工作。一言之，上述五根所缘五层境的影像都是由同一个第六分别意识参与其中进行分别，而这个分别则必须仰赖阿陀那世三义当中的滋养五蕴所建立的因缘，六识才能升起。所以无论前五识是单一识运作的一影，亦或是五蕴同步运作的多影，均是同一镜面，同一个第六识分别参与五识的运作。以上这个概念何其重要，读者且看《楞严经》详载25圆通，包括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今次所阐述借由同一个第六识来统筹前五识，令其一起发挥合一相应的功能，是为六根圆通。此间值得提点的关键重点是，根气的圆通均非由眼耳鼻舌身意各自发挥所长，去见去听等。试想如果是由六根攀缘色声香味触法，则需要有六个分别意识方能与前述的六识相应工作，如此必然带来不得圆通的危言耸听。综而观之，所谓六根圆通意指每一个根气的运作都指向心的彰显，而非根气各自的运作，因此需要同一个分别意识来和谐之，是为圆通。六根圆通指向六个根气同步和谐的统一，指成是阿陀那世心的介入统筹运作，方能带来六根运作的圆融与无碍，这是进入止观的敲门砖，也是进行观照的探源。以下让我们共享圣玄结论：舍空有两端，悟不二中道。恭喜资深优秀弟子庆庆金秋多次上榜的殊荣。圣玄援引相关经典如下：大乘广百论四论云，因舍执着空有两边，领悟大乘不二中道，
新典教导超越只取终极本质如如不动的空，以及现象界风情万种的有，一言之超越空有时空生死染净等宇宙万象所有的二元对立，因为二元对立来自同一终极本质，因此彰显相互融摄的活化精神，这就是大乘不二中道的真实意。觉熙轩永远走在时代魅力前沿，即日起全面双语播出，用心教会全球每一位读者。觉熙轩是众生的直灯引路人。批判思维，我师父讲过，你们直觉思维，你们现在很有进步啊，那是因为有土党的辅佐嘛，对吧？可是批判思维你们显得相对的弱，就是要你自己发挥创意的时候你就没有创意啊，对吧？所以需要训练嘛，每一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对，来 1,2,3,GO。 批判思维一定是一个对一个错，你至少推两个，你要三个 也 OK。 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对一个错？就是避免你当烂好人嘛，对吧？专门讲好话你是不会长进的，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好，来 1,2,3,GO。加油，有吗？今天的主题六根圆通，观照的探源。来 ，1,2,3,GO！ 批判思维，你就看那个陈静秋医师他的观点怎么样了。他的写作啊，都是非常佛教化的。他也是从传统佛教进来，然后就一直都是非常佛教化，可是他后来也进步了。每一次他进步，我就告诉他，你想要上榜你一定不能只停留在传统佛教，这样你上不了榜的。对，是。好，来，因为现在年代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现在还停留在单一传统佛教，你活不下去的。好，来，陈明玉，下一个，下一个那个胡佳培。好，对，好，师父还有各位师兄，欧玛歪王巧巧弟陈明，师者点评。我是觉得，因为这个影片一开始它有一影跟多影，多影，然后我觉得他用这个例子跟来比喻那个第六世，第六世统筹前五世，对，这个比喻很用得很好。OK， 好，好，这是好的，啊，你没有坏的，它有待改善的。有待改善的。我不是要当烂好人，是因为我自己程度不够好，以至于我讲不出来。想办法嘛，想办法，想一下他有哪些是遗漏的。不过老实说，真的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篇幅又不能太大，对，因为太大，你再翻译成双语的话就太长了，是不行。所以，你看双语我都要控制在10到12分钟。然后英文始终会比中文要长一点，所以比例变成是中文只能讲5分钟的文本，然后翻译成7分钟的英文，加起来12分钟。所以，就是投稿文现在就是要精炼啊，要精炼，都还是从你们的600到700个字里头拿出来筛选，看哪一个人的。哦，还有我一定要讲，你这个礼拜的那个新的报告，都不好哦。而且是严重的不好，有很多错的，错的最多的是姓陈名玉的那一位。哎，我告诉你，你说 logos 是在现象界对还是不对？最常讲 logo 的是张兆麟啊，张兆麟来批判一下 logos， 他的新的报告写 logos 仍然在现象界，这样对还是不对？感恩你啊，因为没有你这样子写的话，大家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嘛。我相信这样想的人还是很多。对，如果我们师兄讲的是明白的话就对了。如果在我们佛教里面来讲的话，他讲的就是理直了，终极本质。请讲。你如果到奥类系的话，就是 logo 就是明白。如果你到我们课堂上来讲的话，我们 logo 就是在终极本质，对，先验时代。是 logos 理则嘛？你要看那个英文的 logos， 这个的中文翻译就已经知道，它不可能是在现象界啊，它就是理嘛，讲理的嘛，终极之理嘛，终极真理的那个准则叫 logos， 所以它必然是指向终极真理，不可能是在现象界。然后再来，我佛
利基是哦，成佛啦，成佛的利基，你说成佛的利基是少烦恼，嗯，少畏惧，对吗？他在那个新的报告，那你写少，你写少，不是无，对，他写成佛的利基是少烦恼、少畏惧、少害怕，这样对还是不对 ？One, two, three, go。好，张兆麟继续点评，非常好。没有他基本上是一个启发的过程啊。对，如果是少烦恼，那就所谓的木头人嘛，哦，嗯，是让烦恼即菩提，是让。每一个所谓你认为的烦恼，都是心里面所认为的烦恼，它本身就是你的障碍。当你超越它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改名了，叫做智慧、超越啊等等。菩提，嗯，是叫菩提。是，所以成佛的利基永远都是超越二元对立，烦恼即菩提，就是成佛；宠辱合一，成佛；生死合一，成佛。所以永远都是超越二元对立，也就是文殊所谓的不二中道。所以文殊为什么是三世觉母嘛？每一位菩萨要成佛，都要经过文殊的调教。文殊拿什么调教？不二中道调教大家嘛。然后你又说了，不二中道，是定心等持，对吗？他说不二中道就是定心等持，当然不对啊，错在哪里啊 ？One, two, three, go。不二中道是定心等持。来 ，one, two, three, go。所以这是有史以来陈明玉错最多的一次，三个，600多个字错了三个，知见不够正确。不过中道当然不是定心等持，是定慧等持，好不好？慧是根本智啊，心是有可能是世心啊，对吧？怎么可能是定心等持啊？定慧等持吧。再来是张兆麟的，张兆麟讲，成佛之道是心地法门，对还是不对？成佛之道是心地法门，对吗？这个礼拜就昨天9点以前提交的，哎，就蒋璐华只有你一个人逾时一分钟还是逾时嘛？那其他的五个人全都过关了，但是普遍下降，水平下降。我发现哦，每一次我说哇，你们这个礼拜表现得特别好的，下个礼拜全体下滑。所以用观音法门，你学不到东西的。观音法门每次都说哇，你好棒哦，你真的很了不起啊。那你下个礼拜来看，全部一败涂地啊。所以观音法门就是，只是安慰安慰安慰即可以了。真的，你要学佛，一定是要文殊法教，他直指要害，告诉你你错在哪。好，所以张兆麟说，成佛之道是心地法门，对吗？对吗 ？One, two, three, go。蒋璐华，你批判他好了。什么心地法门呢？你不知道心地法门就是在讲心嘛，心的功能、心的取向、心的造作啊，就等等都叫做心地法门嘛。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华。如果试着从这个心地法门来讲，因为心地是在现象界啊，是有形有相啊，成佛绝对不是超越这个、啊，所以不能讲是心地法门了、啊。要不然要怎么讲啊？成佛一定像法师讲的，你必须体悟到心物合一，这两个东西是同是一件事情，而不是你必是要单研究现象界，或是单研究终极本质心。但是你讲心，就是已经落入现象界。心地法门，我不能说你错，但是我要说你这个答案给的太空泛了。是成佛当然是由心着手嘛，对吧？去改善、去进化嘛，对吧？但是。进化有千百种啊，有像培福说他也是在进化心啊，因为他忏悔了，所以他进化他的心，他释放负能量，他也说他是心地法门啊，对吧？所以心地法门不能说错，但是是过度空泛的。成佛之道只有一个，就是不二中道，就是超越二元对立。你要在你的心地法门树立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就对了。好，这个是礼拜
昨天你们的新的报告，你看你们的新的报告，基本上我必须提交这个给尤娟，然后尤娟再下放给这个圣职是林韵梅，林韵梅，你们不认得林韵梅啊？但是我讲有一个人你就认得，你一定知道那个林韵梅，他有一个儿子是智障儿，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总计有几个十，用以统摄前五十，那这答案你们都已经知道，师父讲了嘛，就只有一个第六十，何谓六十统摄五蕴呢？什么叫做六十统摄五蕴？这个第三点我几乎是回答了第二点了，你看第三点师父给的答案，六个根器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根器同步和谐统一叫做六根圆通，指向什么？是阿婆那是心的介入统筹运作，这就是张明正没讲的那一块，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你看还是指向心嘛，你如果没有心的介入，你光有一个第六十是分别意识要干嘛，是不够的，所以主要还是心的介入才让第六识有统筹的这个能力，才能够带来六根运作的圆融与无碍，就是进入止观的敲门砖，也是进行观照的探源哦。这个当然是我不能跟你讲得很细，要不然你就不用写了，你就抄我的就好了，对吧？又来了嘛，对吧？那主题请你申述止观的敲门砖，什么是止观的敲门砖？什么是止观的敲门砖？这个你一定能够写，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教过止观了吗？在分别与且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教了止观了。好的，各位同学，咱们已经观赏完了非常重要的六根圆通观照之源这一支忆往昔的视频，同时师父也设立了这个新的报告第一段的主题，请各位同学要申述止观的敲门砖是什么。那么为了帮助各位同学来写作，这个是相对有难度的一个写作，所以师父先来做出这个示范啊。首先师父要探索的是六根圆通止观的敲门砖，为什么？为什么六根圆通是止观的敲门砖？所谓不管前五十是单一器官的运作，就是所谓的单影，或亦或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器官同步运作，是为多影。我人必须正确了知，第六分别意识始终只有一个，用以统摄前五十这些器官来和谐工作。第二，所谓的六根圆通，六根圆通指的是每一根器的运作，就是每一个器官的运作都指向心的彰显，而不是器官自己的运作，因此需要同一个分别意识来和谐，是为圆通。第三个，师父要论述的是心的彰显，指向什么呢？当这六个器官同步和谐在运作的时候呢，指的是阿陀那识，也就是所谓的心的介入，带来统筹运作，才能够和谐六根的运作，因此一切指向心，是为六根圆通。简单的说，六根圆通必定要指向阿陀那心，离开了阿陀那心，就没有所谓的六根圆通可言。所以由第八阿陀那识介入运作所带动的六根圆通，就是止观的敲门钟。止观的敲门砖，由这里才有可能探索什么叫做根源。换句话说，离开阿陀那识的心要运作六种器官的和谐运作，那是不可能的。接下来师父要来介绍心的彰显，我们刚刚有讲嘛，一定要切入阿陀那心，让阿陀那心来彰显嘛，最主要就是六根圆通就是彰显心嘛，对吧？所以心的彰显，我们要论述的是阿陀那三义。首先师父要承上面所述六根圆通指向心的彰显，也就是必须仰仗阿陀那识的介入，因此以下介绍阿陀那识三义。首先援引经典如下，《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云，
广惠此事一名阿陀那氏，何以故？有此事余生随族侄之故，一名阿赖耶识，何以故？有此事余生摄受长影同安为义故，一名为心，何以故？有此事色声香味触等积极滋养故。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阿陀那三力已经出来了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以下是来论述阿陀那四的功能。第一个，有此事余生随足执持，也就是说阿陀那是有情的生命力，所以说余生随足执持，也就是如来法身的功德啊。前一段我们已经论述了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成熟，辗转合合，不止合合增长广大，其中增长广大就是于身随足执持的增长。第二点，师父提到阿陀那识会增长，当然也会消退。增长就是生命力的增强，有情众生如若离开阿陀那识，则必然死亡。与生同安为阿陀那识，又名阿赖耶识，理由如下。经文指出，有此识余生摄受常饮同安为义故，意指此时就是阿陀那识与生同住同摄受，常于身内，就叫常饮，因此与生同安为。好的，接下来师父要指出来，有情众生每一个生态的活动都是阿赖耶识种子的现行，因此也与生命力生机相关。只不过当我人将阿陀那识只设为阿赖耶识，是针对他执持的这个种子的这个作用，因此与有情众生是生死与共的。但是有情的生死则有情死则阿赖耶识亦死，这是不合理的。第五点，我师父要指出来，由于阿陀那识有执常种子的功能，因此瑜伽行派便将这个只设为业力的载体，以力区隔第七识生命力的功能。换句话说，生命的轮回是在阿赖耶识内的这个业力的流转，而不是在肉体上面的流转。第六点，阿陀那识又名为心，是因为它负责了色声香味触五蕴的积聚与增长。接下来师父要来继续介绍，介绍什么呢？介绍就是心的彰显，也就是心的彰显阿陀那意，刚刚已经介绍圆满了嘛。最后师父要来做出一个中论，就是六根圆通对比阿陀那。当我人论及六根圆通的时候，指向唯一的第六分别是统摄前五识的和谐工作，也就是六识始终只有一个。第二点，所谓六根圆通，意指阿陀那识的心是介入其中的，才能够和谐一切意识的工作，不只是前六识，包括五识、六识、莫那识等等。因为余生随足执持，而且它还有不止和合增长广大的功能，对六根圆通有增长的功能。阿陀那识亦名为心，因为它负责色声香味触五蕴的积聚与滋长。好的，师父已经圆满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写作，可以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那么我们现在要回归到就是我们有这个名相的这个解说，还有经典的原理。好，来转一，转就是转舍转得，转舍还要同时你会转得，这个转就已经超越二元对立了，看到吗？舍跟得你都要转掉啊。一，什么是一？因为我们要讲转一嘛，一是所依之意，指第八识，第八识为依他起性的这个法，这个时候
常的烦恼有两个，烦恼障跟所知障，这就是张兆麟答对的这个种子。而且除了这烦恼障、所知障以外，还有无漏的菩提种子。而且第八识的实性，实性就是法相，就是法性空性，就是圆成实性的涅槃。那你到这里你还雾煞煞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师父继续讲，第八阿赖耶识所藏的二障的种子，就是张兆麟答对的那二障，所转舍，注意到转舍，舍跟得都转了，所转，他先讲转舍，是转舍之法，是菩提与涅槃为转，你转舍这个二障的种子，所以你就得到什么菩提跟涅槃道，叫做你转得的妙果，这样可以懂吗？你要把杂染的二障的种子，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转舍掉，这个时候你就会得到菩提果跟涅槃果。那烦恼障跟所知障哪一个得涅槃，哪一个得菩提，这才是大重点嘛，对吧？是一定是有一个转掉你得到菩提，一个是你转掉什么你得到涅槃嘛，对吧？所以根据以上的论述，第八识所转舍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我第三次强调张兆麟答对了，这个你转舍二障就叫转一，同步第八识也是所转，你这个转一完了，转出去以后你会得到菩提果、涅槃果，所以第八阿赖耶识也是你要得到菩提果，你要得到涅槃果之所依，所以第八识又称为转一，这样够清楚吗？所以第八识的重要性从这边看得出来，千万再也不要再把第八识当作什么，当作它永远都是染污的现象界的。阿弥陀佛，哎，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廖传林老师来指导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提到就是第八识它的可能跟我们平常初学佛者所想象中的第八意识是不太一样的。精修圣道，转舍第八识烦恼障的种子，转得的是实性的涅槃。如果我们转舍是第八识所知障，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那么得到所知障哦，所知障得到的是无漏的菩提的种子，那就是叫做菩提的转移，所得的菩提涅槃二果，这两个清净的妙果就成为二转一之妙果，这样可以吗？好，接下来师父做出来了一个中论，就是转烦恼障成就的是涅槃圣果，转所知障成就的是菩提圣果，所以菩提跟涅槃是叫做二转一的妙果，来自于第八阿赖耶识。好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来成所做视频会要用到五分法身哦。好，所以五分法身其实对各位来说是不是那么困难的。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如来以五种功德法，我拿这一个可以来回应张兆麟你今天一早来所提问的，就是如来就是这一品如来所成做事的这一品是不是只讲佛的功德？ No， 不一定，你看一下这个内容哦。所以五种功德成就佛身是为五分法身哦，戒定慧我想大家相对容易理解，再来解脱法身，解脱法身跟解脱知见法身最容易搞混哦，特别是第五个解脱知见，为什么要解脱知见呢？我们从这个戒法身开始，如来三业离一切的过失，所以三业指的什么？身口意，如来的身口意三业，它是超越一切的过失，是超越一切的过失哦。然后定就是如来真心寂灭，超越了一切的妄念，对。再来慧法身，就是如来的那个真智圆明，通达了诸法的性根相，所以这是定慧等词，就是刚刚师父点出来，陈明玉老师他的
定心等词吧，你说是定心等词，正确应该是定慧等词。再来解脱法身，如来的身与心解脱了一切的缠缚，这一切的缠缚包括什么？包括什么？一切的缠缚包括那是什么？刚刚那两个是指什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如华，试着来分享就烦恼障跟琐事障。对，非常好，继续考你，转了烦恼障以后得到什么妙果？烦恼哦，得到涅槃。嗯，然后要得菩提妙果。对对对，那普如果转那个普那个琐事障，就会得到菩提的圣果。对，好，非常好。所以解脱的法身，基本上我们需要转掉两种杂染的种子哦，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也是张兆麟所答对的。可是解脱知见法身一般比较不容易懂哦，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来他具有了知自己已经解脱所有的烦恼，然后得到根本智的完全的彰显的这一个境界，他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个叫做解脱知见法身，这个境地的法身称为解脱知见法身。接下来就是佛陀的三身观，这个是来因应上个礼拜考大家那个考试的结果不太理想的，就是对佛陀的三身没有做正确的理解哦。佛陀的三身，我这边举了两个经典哦，我们要共同来学习哦。第一个《解身密经》，就是我们所依止的这一堂课的依止的经典，他举出来了法身、解脱身跟化身哦。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三身会是法身，还有呢，报身，还有应化身，对。但是每一个经典它侧重教导的面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解身密经呢，它指出来了就是法身、解脱身、化身哦。法身在解身密经来说，它指向哪里呢？就是诸波罗蜜多，善修出离的这个转依圆满的妙果。那你可不可以来跟我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法身，什么是法身？你要成就法身，而且我们已经讲这个《解身密经》讲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解身密经》所彰显的法身跟一般是不太一样的，它有一个特定的指向，是要借由波罗蜜多来出离转依，出离哪一类的烦恼，转依什么样子的妙果。来 1,2,3 过，1,2,3 go 来，是吗？所以波罗蜜多什么意思？智慧到彼岸。对，非常好，用强。所以你看法身是强调用智慧到彼岸，所以智慧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以般若才能够出离转什么种子啊？杂染太粗了嘛，你两个都是杂染啊，你不能这个时候给我杂染这个答案吗？这个时候成就法身应该是要转烦恼障跟所知障，才能够圆满妙果之什么？对对对，蒋如华完全命中了啊！所以解身密经他要我们学习的是完全是要用般若波罗蜜，用智慧来帮助我们解脱烦恼障跟所知障然后来修得涅槃跟那个菩提的清净妙果，这个是他的法身。然后解身密经他也特别强调解脱身嘛，刚刚有已经介绍了五分法身，我现在 SLA 已经跳走了，请你告诉我五分法身是哪五分？你没得看啊，因为没有讲义在你手上啊。啊，你有抄吗？我看了我的抄本，对，那你试试看。当然不可以啊，这个很容易啊。对，戒定慧三个完了，解脱什么？知见。解脱什么？啊，解脱烦恼障、所知障。非常好。然后再来解脱知见，就是知道自己已经确实是圆满了，
这样圆满什么啊？圆满佛果吧，圆满解脱，嗯，两个障碍嘛，就这两个障碍、啊，对，所知障跟烦恼障已经确实自己对证得我就已经超越这两个障碍，对，我已经确实得到这两个圣果，叫做什么？涅槃圣果跟菩提圣果，不是、啊、你已经知道了，那叫什么？解脱知见法身，非常好，非常好。好，所以解脱身就是只要证悟五分法身，再来化身指的是八相视线的身，八相视线我们要把它列出来，这个 我相信我们在一般的经典里头可以了知，32相的大庄严啊等等，那个都是叫做八相视线，诸佛已经成佛的这个相哦，就是化身。另外一个就是妙法莲华经，也就是赵林非常常要运用，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妙法莲华经文句是哪一位大师的作品？是什么？智者大师，智以大师的大作。他在妙法莲华经文句里头举出来了佛陀的三身，但是他的三身的用法是不太一样哦。我之所以把这一个给列出来，我最主要是要来回应秋培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在讲佛的三身吗？对吧？讲啊，就是法报化嘛，三身。然后秋培突然冒出来一个卢瑟那佛，对吧？你就是前后你都没有铺陈，但是你突然冒出来一个卢瑟那佛，这样子让听者就会一头雾水。所以师父就借着今天的教学里头，把这个卢瑟那佛他的出处是《妙法莲华经》文句里头特别列举的佛陀的三身，把它列举出来。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所说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他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无量无边，性相常然。常然，常然是什么意思？他的法性跟法相常然，常然代表什么意思？对，举手要用麦克风哦。对，开始讲话了。张明正，你麦克风都在自己手上了，你还要找谁啊？常然这个很容易啊。恒常，对了，然呢？本然嘛，对不对？是啊，对，是。那个为什么诸佛大放常寂光，极尽常住本然的放光，包括他的法性跟法相都具有这样子的功能，真如平等，真如 suchness 什么意思？真如什么意思？真如平等嘛，所以真如一定是强调一如平等，在几超越啊？几超越是强调一如平等，在三超越强调一如平等，所以毗卢遮那佛都具足了，除了四超越的常寂光以外，三超越的一如平等他也具足了。身土无碍什么意思？就教过，就最近两个礼拜以前才教的。身土，身是什么？身是正报嘛？哦，我长什么样子？哦，我没有李文那么庄严。哦，这就是我的身，正报嘛。土呢？对，我一讲身是正报，你马上就想到土是医报。对，我们共同医治地球，当作我们的土。对吧？我们的医报，对，所以这个是卢瑟那佛，他有四个特色，看到没？四个特色，他遍一切处，然后他大放常寂光，他因为他是鲜艳的本然的存在，然后他是一如平等的，还有所谓一如平等代表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一如平等？你一定会。只不过廖老师在这儿，你突然别不敢了，你突然不敢讲话了。高手在这儿，大家不敢胡言乱语了。No， 可不可以？你要来点评了？
如平等什么意思？什么跟什么平等啊？你们一定会的嘛？什么？好，蒋璐啊。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师姐来分享，就是现象界跟终极本质是平等的。是的，是的，现象界跟终极本质无二无别，同来自同一个本源哦。它要彰显的是一如平等，然后生土无碍，这个刚刚已经解释了。第二个是卢瑟那佛，也就是我们说的报身佛。所以你看法《妙法莲华经》文句，它还是讲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可是它又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名相的学习。法身佛就是毗卢遮那佛、哦、然后卢瑟那佛又称为报身佛。报身佛有自报身跟他报身，这个一定要考张明正，因为张明正你上一次讲这个讲得不够完整，来你来讲一下。好，谁讲？大家好，我阿威老师敲走了，张明正师子来说。师傅好，廖老师好。我们讲廖老师好。哦，这边试着来说明哈。好，自报身哈，这完就是他自己已经内自证了，内自证到那个佛的境界。好、哦，那内自证的是自报身，那如果是他报身，是他有一个净土，然后他是为了要让那个菩萨能够再往上进一步的成佛，所以他报身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嗯，好，所以各位满意吗？各位满意吗？那个张明正，自报身你讲的太少了，你不能只讲说他已经内自造正道成佛了，对吧？你应该还要再发挥更多嘛。成佛有那么多不同的水的要求呢，对吧？自报身他达到什么？诸惑彻底清净了，还有呢？所有的功德都圆满了，这是张兆麟所在乎的嘛，对吧？你都没为他讲出来，对吧？而且更重要的 ，to win from the inner awakening， 向内觉醒到以智慧之光遍照法界，法界不是只有他自己这个身呐、啊，法界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无量无边的，是向内的觉醒，所以他是以跟这个一样，是以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之光来遍照法界，这个才叫做自报身。然后他报身就是他这个报土呢，他可以帮助，那个十地菩萨，即将要晋升成佛，为他们在那儿讲经说法，所以他是以身光照应一切的众生，所以，那个报身佛他的报土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彰显自己的内自证的 inner awakening， 另外一个是利他 altruism， 就是帮助即将登到佛地的菩萨来听经闻法。再来应身佛又称为应化身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同时他是随机普现，所以他可以到处去化现。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我就在想，我想要考考你们，应身佛的释迦牟尼佛，他可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么法身佛、报身佛可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一下子鸦雀无声，可不可以啊？这就是我给的陷阱嘛，这就是我给的陷阱嘛，可以吗？其他的报身佛还有他的其他的法身佛可以吗？可以做到像释迦牟尼佛跟来到度化娑婆世界的众生，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他可以随机应化在整个宇宙的任何一个时间跟空间里，他可以这样做到。我的提问是说，其他的报身佛、法身佛，他可以做得到吗？为什么？他不是本体的，他哪有什么生死涅槃？可是他是应身佛啊。
这个答案我上个礼拜 就给出来了，我故意考你们，看你还记不记得师父上个礼拜怎么开始的。9, 1, 2, 3, go。应身佛、释迦牟尼佛，他可以做到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他可以随机化现在任何一个维度的宇宙、时间跟空间。我的提问是：报身佛跟法身佛可以做得到吗 ？1, 2, 3, go！ 加油，可以吗？一定要直觉思维啦！你这个时候用逻辑思维，你越想越错，越复杂，可以吗？张兆麟，哦，不用客气了。好，他基本上已经超越生死跟涅槃了，所以说他是净虚空遍法界，只不过是他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报身佛他基本上是对登地菩萨，法身佛他本来就清净。OK， 好，还有吗？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好，蒋德华。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德华，试着来分享。那个法身佛就是证悟到，他就是法尔如是啊，就是最强的、最高的能量。那如舍那佛、报身佛是已经进入现象界了。他的能量已经可是我要先纠正你，不是法身佛是最高的能量，这些都已经成佛了，都已经达到那个 David Hawkins 讲的一千了，所以你不能说他是最高的能量，那卢瑟那佛低于他吗？不是啊，对吧？所以这个一开始是错误的，但是我想你可以回答这一题，就是那个法身佛他就是什么，就是法尔本然，就是你去，就是那个就是法身嘛，所有的宇宙的正悟法尔如是的那个就是法身，就是所有的万物你如果证到法身，你就是只有同一个法身，那个进入法尔如是，就体会到法尔如是。但是因为卢瑟那佛他是下降一层能量，下降一层，就是因为他要有自己的报土，他要去教化。我再次纠正你，卢瑟那佛不是能量下降一层，他们都已经达到了满额的一千的圆满，他不是能量的下降，他是功能的分支。愿力对对，而必须要有这样的呈现，所以变成报身佛就有报土，还有他有内自证，有必须要有一个报土，有那个要能够教化，那教化菩萨的一个净土，一个报土。那应化身是他必须到看他要到哪一个现象界去，那个他必须要有那个化身出来，然后才能够符合那个现象界的频率。那个、好，所以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又把这个法身佛是什么，报身佛是什么，然后应化身是什么，你又再讲了一遍，对吧？但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我的提问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是应身佛，所以他可以做到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随机普现在整个宇宙不同维度的空间跟时间。我的提问是。除了应身佛可以这样做到的话，法身佛可以做得到吗？报身佛可以做得到吗 ？1, 2, 3, go！ 其实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我这一题我就要试着，你是不是有用直觉思维啊？你这个时候你在用逻辑思维，你必死无疑。你就把自己困在二选一之间了，非黑即白了，那就不对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师父来解答哦。一尊佛不管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他有应身佛，代表他已经成就了什么？他已经成就了法身佛。上个礼拜师父有没有讲？对了，他已经成就了法身了，所以他的身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的存在。他要到哪儿去？他做不到啊。他就是与宇宙同体的存在嘛，尽虚空遍法界，是因为他的根本质的，这个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的照射，让他成就了常住的本然存在、鲜艳的存在，所以而且他也证悟了真如的平等，
所以代表诸佛只要他是佛，代表他已经成就了法身，依照他的愿力，他有不同的报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大愿，所以打造了金光闪闪的极乐世界。文殊菩萨他的常喜世界只有十大愿，打造的是什么世界啊？是什么样子的属性啊？打造的是什么？愿亲平等，他的属性，常喜世界的属性是愿亲平等。文殊师利甚深十大愿，十大愿每一个大愿指向愿亲平等。我想要讲的是，不管你是哪一尊佛，你只要是已经证悟到法身的话，你自然有报身，你自然有应化身，你自然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你自然可以随机普现，而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能够这样做到而已。这样够清楚吗？那为什么师父在这边要特别在讲到卢舍那佛，就是因应秋培上个礼拜我们在讨论这个法身报身化身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一个卢舍那佛，那我生怕有人会一下子不知所措，不知道这个卢舍那在位阶在哪里，所以师父就把这个卢舍那他的经典依据以及他的功能，他最大的特色，他要有两个教化的功能，一个是彰显自己 inner awakening 的这个自报身的功能，另外一个是教化利他的这个功能。所以卢舍那佛也就是报身佛，所以师父会比较建议，当我们在讨论佛陀的三身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如果用毗卢舍那佛，毗卢遮那佛，那么我们第二个我们请用卢舍那佛，再来应身佛，这样一套体系的话，别人比较不会搞不清楚。你在这边如果讲法身佛，突然你又跳成第二阶位，你讲这个卢舍那佛，高明的人他当然可以马上就转换成为你说的是报身佛，但是一般初学者他恐怕要转化就不太容易了好，那所以这一章这样可以吗？佛陀的三身观。但是因为上个礼拜你们考试太烂了所以师父还是要把好佛陀的三身观跟基督宗教的三一论，我们这边当然是相对熟悉这个下面我们，所以这边是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所说的刚刚讲的法身佛，外围这个叫什么佛啊？秋培，外围这个叫什么佛？释方佛我不能说你错啊，报身佛，我这边讲毗卢遮那佛，你这边就应该相应的讲什么佛呀？刚刚师父不是有讲吗？如果你讲毗卢遮那佛，你第二阶要讲什么佛啊？ No 不是啊，卢舍那佛你上个礼拜讲的你已经忘了，对，这就是为什么师父要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如果你第一阶是讲到毗卢遮那佛，这是第二阶外威的，这个是第二阶，我们就来讲它是卢舍那佛，外威的这个就叫做报身佛，内核这个叫做法身佛。当我们讲这边是法身佛的话，我们外威我们就称它为报身佛，当我们内核讲毗卢遮那佛的话，外围我们就称它为卢舍那佛。下面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不住什么？不住生死，然后不住涅槃，对，它可以随机普现的，我们称它为应身佛或者是应化身佛。这个就是佛陀的三身观。我要纠正蒋露华刚刚不断的出现错误的执见，就是他说这个最内核是法身佛，能量最高，然后接下来他就下降到一阶叫做报身佛，对吗？错在哪？张明正，师父好，老师好，各位学长大家好，欢迎二哥张纳迪张明正师子说明。其实他只要能够到佛这边的话，他的能量已经到最高的一千，并不会因为说他法身报身再降，不会，他就是都在最高阶的能量阶。你答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告诉我原因。
因为既然是成佛，已经修行到这个阶段，能量最高，能量已经到最高，当然他就是所谓刚刚师父讲偏周尽虚空遍法界的，所以他的能量都已经在最顶点了，所以他不会说因为我要去暴徒，然后我会降低我的能量阶，不会，他还是在最高阶，他还是在最高阶，类似长吉光、啊。那可是为什么会有报身佛啊？是因为愿力的不一样嘛，愿力的不一样，而不是能量的不一样啊，这个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啊。是因为每一尊报身佛，他的愿力不一样，所以他打造的报土属性就会不一样，而不是他的能量降低了。不是，你既然已经证悟成佛，如果以 David Hawkins 的界定来说，就是已经到了无我合一的状态，你才能够证悟到1000的能量。那个合一代表什么意思啊？ David Hawkins 说成佛代表你已经证悟了无我合一。合一代表什么意思？合一代表什么意思？这都讲过了呀，这都讲过了呀。看，圆满合一，圆满合一最高了，1000了。为什么叫合一啊？师父还有廖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嗡啊嗡敲脚地，前面试着回答。合一是说与终极本质和现象界一切都合一吗？啊，是你在考我、哦？你快答对了，可是不能你加上嘛就不对了嘛，对吧？你我还原你的话啊、哦，你就不太有自信。你说与终极本质或者是现象界合一吗？对吧？但是这样子是不对的。正确的哪一个能帮助陈明玉老师？来，哪一个可以帮助陈明玉老师？来 ，1 2 3 go。合一就是代表刚刚蒋如华讲的嘛，现象界与什么终极本质合一的状态，所以它是超越了空有，然后同时它也是有无相生的状态，就是一如平等的状态。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应化身，这个相对容易理解，因为释迦牟尼佛下降到三维空间，跟我们同处一个维度的空间。这边右边这个是相对各位相对不容易理解的，就是基督宗教的三一论。所谓的基督宗教，就是包括天主教、基督教还有东正教，他们是同一个教主，所以我们称它为基督宗教。基督宗教最甚深的义理就是三一论，或称为圣三。圣三，你看，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圣开头，有三尊，所以称它为圣三论，或称为三一论。好，我想要最快的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图，这个非常重要的图，来跟佛教来对话，是你怎么去理解它啊？你一定要掌握一个重点，最外围的代表都在现象界。我先讲到这儿，我再考各位，这个是在现象界还是在终极本质？阿弥陀佛、不空成就如来、阿处佛、宝生佛，它是在现象界还是在终极本质？这个时候你讲阿弥陀佛，因为他是报身嘛，不空成就也是报身嘛，阿处佛也是报身啊，宝生佛也是报身啊。请你告诉我，当你讲这些报身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净土在哪里吗？在现象界还是在终极本质？ 1 2 3 go。 这都讲过耶，我这张图在这个班已经播放，今天是第三次。这个为什么要再播放？因为上个礼拜考试考得太烂了、所以觉得有必要再重讲一次、好，我先把那个答案先放下，我先讲这个。
这边写着圣父不是圣子，圣父是谁啊？上帝嘛，或天主教就称为天主嘛。圣子是谁啊？耶稣嘛，对吧？他们三个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共同承认圣子就是耶稣。还有再来是圣灵，这三个，圣父当然不是圣子啊，上帝不是耶稣嘛，对吧？然后圣子不是圣灵啊，所以你看到他外围写着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这代表什么？他都在现象界，也就是说当你称他为圣父的时候是现象界的圣父，当你称他为圣子耶稣的时候，你锁定了他的所在位置是在现象界，当你称他为圣灵为你工作的时候，你锁定他在现象界圣灵，也就是说当他是在现象界的位阶的时候，圣父不可能是圣子，圣子不可能是圣灵，圣灵不可能是圣父，但是就内核的神而言，圣父有神性，圣子有神性，圣灵有神性，所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这个神也就是佛性、法性、实相、实性，谁的理论啊？嘉祥吉藏大师在《大乘玄论》所讲的最深的内核，因应佛教不同的支派给予不同的代名词。所以当我们要切入，当我们切入到内核的时候，圣父也是神，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同样的这一个结构拿来这里是一样的啊。法身佛讲到的是什么？彰显佛性、法性、实相、实性、无住等等等等，一乘一道等等，然后它可以拓展为各种报身佛。我现在倒过来要考你的是，你刚刚没有能力回答我的，这些报身佛是在哪里啊？ One, two, 好，来，在哪？陈明玉老师，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啊，王宏超脚地陈明师兄回答，就是在现象界。对呢，所以你不要以为哇，极乐世界好远哦，他在几万亿公里以外，所以他是终极本质，大错特错。这个还是在现象界，这一个相当于这一个，他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好，讲的话，为什么？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华师姐来分享。因为他们的愿力不同，他们的愿力不同，所感召的报土属性是不一样。他要接引跟他相应的众生，到他的净土继续来修行学习。所以，因为愿力的不一样，所以成就不一样的净土报土。对，因此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这个 不空成就世界的教主就是不空如来，以此类推，阿处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阿处佛。所以你看到他们在外围，其实他就是在现象界承负了各种不一样的圣旨，跟他是一样的。圣父有自己的圣旨，圣子有自己的圣旨，他要示现在三维世界这个空间里头如何修行，如何承担天主的这个给他的考验与圣旨，圣灵如何来辅佐这些来完成他们的圣旨。所以当他在现象界的时候，他因为承负的圣旨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当然他不是他，他也不是他，他也不是他，但是阿弥陀佛是不是法身佛啊？当然是啊。不空成就如来是不是法身佛？秋培，不空成就如来是不是法身佛？是啊，对啊。邓炳坤，阿处佛是不是法身佛？是不是？有吗？是吧？是，对。阿处佛也是法身佛，宝身佛是不是法身佛？对，你看他是法身佛，他是法身佛，他是法身佛，他是法身佛。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就内核，这就是内核。
内核始终只有一个嘛，就是法身佛嘛。这边内核始终一个，就叫做神嘛，是名相不一样而已嘛，对吧？内核始终只有一个，外围的现象界可以有多少个 ？One, two, three, go。外围的现象界只有这四尊吗？是无量无边的文殊的常喜世界在哪里啊 ？One, two, three, go。文殊的常喜世界在哪儿？文殊的常喜世界，所以你把它定位在东方，常喜世界就是报身佛，就是报身佛，是文殊的报身佛。文殊十大圣身十大愿，强调的是愿亲平等所感召的报土叫常喜世界，然后他的佛号名字叫什么？赞，非常好，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好，这一堆大家都懂了以后，我想要请教的，释迦摩尼佛，他是不是现象界啊？释迦摩尼佛是不是现象界？是啊，他是现象界，他有法身吗？有，当然有。所以释迦摩尼佛也是从法身生下来的，所以能量是一样的，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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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也是一千。所以不是能量的减锐减，不是，而是愿力的不一样嘛，对吧？他愿力不一样，所以他感召这么大的净土嘛。释迦牟尼佛的愿力在哪里？度化三维空间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他要下降到三维空间来跟贵我一起存活在娑婆世界，所以不是能量的降低。那你说？释迦牟尼佛高达一千的能量，他可以存活在三维空间吗？可以吗？好，陈明玉，你学生命科学的，你要好好的发挥一下。是这样，不是这样，太多，也没有很多了，因为也不学无术。加油，加油，师大加油。师父，各位师兄啊，我用巧巧弟陈明试着回答，当然是可以的、啊。可以怎样？因为他们就像刚刚师父讲的，就是现象介于终极本质，本来就是合一的状态嘛。对，然后呢？你现在回应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是不是在现象界嘛？我不是，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这么单纯啊。对，蒋璐华他回应什么？刚刚师父的提问是什么？真的吗？真的吗？他说他本来会耶。他说，他说他本来会都被你笑坏了。没有啦，哪是？我只是我也忘了那个题目。真的吗？来，哪一个人能够？我在笑，因为我也忘。好，刚刚师父怎么问的？释迦牟尼佛。释迦，我的提问是这样：释迦牟尼佛既然已经成佛，他的能量已经高达了一千。他如何下降来跟我们活在一起啊？哦，那我的回答是错的。你知道能量一千的那个那个，它当然是无形无相嘛，对不对？然后它可以是很高大，对吧？你看天人跟天神，它是很高大，对吧？因为它的能量跟我们不一样嘛，对吧？释迦牟尼佛要下降到三维世界来，三维空间来跟我们在一起，它能量高达一千，它怎么下来啊？我请问你来。大家好，我是蒋璐华师姐来分享。因为我们到三度空间就有这个三度空间的共恶业力嘛，所以他既然本来那么高的能量，他必须要跟我们共恶业，他才能够进来、啊。他要承负三维空间的共恶业，他才有办法进入到三维空间来跟我们存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头。这个就是圣人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有熟读经典，释迦牟尼佛要进入三维空间以前，他在哪里等候因缘呢？在哪里？兜率天等候这样子的因缘，他可以下来，跟我们指导我们，然后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视线怎么样来成佛？好，所以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是释经题、哦、就是
文殊问如来成所作是品，如来成所作是品，我要解释这个经题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品就是如来成所作是品，这是第一。这一品讲的是问佛果，佛的果位，在其中会涉及到佛地，地就是 stage 这一个阶位的观修果，他怎么观修成果，所以他会提供方法。解释密经之所以这么重要，他不仅甚深的阐述这个经典的密意以外，更重要，他不断的提供观修的方法，所以他是有理有据有方法提供给读者，因此可以说是如来成所作是这一品应该视为佛地佛这个阶位的指眼观，所以多重要啊！如来成所作是品，张兆麟并不是你想象的，只是讨论如来的功德 ，so what？ 不是这样子，他传授了一整套的方法，教导世人怎么来成就，透过止与观来成就佛果。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第九，第八品嘛，第七品是地波罗蜜多嘛，对吧？讨论菩萨的阶位，更上面是分别于伽品，所以它是成一个系列的。他先讨论了凡夫的那个止观，然后告诉我们正确的止观带给我们成就菩萨道的重要因，然后菩萨地讨论完了以后，他继续指导我们，如果我们要成就佛地的话，我们还是得要由止观下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止观的重要性。这一品也就是如来成所作是品，由文殊来提问，文殊是法王子，以王子来比喻什么？来比喻继承佛位，所以他是由法王子来提问，不是没有理由，就是法王子象征着文殊师利菩萨，他来继承佛位。事实上，文殊是什么？文殊跟佛的关系，来，文殊跟佛有什么关系？不是只有一尊佛啊，文殊跟诸佛有什么关系啊？七佛之师，那、no、对，也不对，七佛之师也不对，是什么 ？One, two, three, go， 讲陆华。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陆华，试着来分享，就是诸佛之母啊，知佛，诸佛的绝母，三世绝母妙吉祥，记载在哪？什么心地？什么心地？找他，找他。哦，谢谢你抢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这个是来描述诸佛要证悟佛果最后的临门一脚，始终是文殊。文殊的不二中道，进入到最高的能量阶位。然后我想要请教各位，文殊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呢？所以这边为什么由文殊来提问，不是随便拉一个来提问呢、啊？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嘛。为什么称他为法王子？除了刚刚讲文殊是三世绝母妙吉祥以外，还有他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呢？是什么？文殊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好吗？记载在哪儿？记载在哪一部经？你一定要把经典都带出来嘛，你才有说服力嘛。否则的话，就是讲某某讲的就没有说服力嘛，对吧？放波经，很可惜你没有用麦克风。因为我只记得有一个放波经，就一个波放下，叫做放波经。在放波经里，释迦牟尼佛亲口讲，文殊是我老师。对，所以你看到他会点名由文殊来提问，不是没有原因。文殊的法教甚深，叫做不二法门，不二 non-duality， 不二超越二元对立的，所以他独立成为了文殊法门。解释密经全经来用来说明如来藏的观修见修也可以了啊、哦。我习惯讲观修行果，怎么观，怎么修，怎么行，证悟什么果，这个叫做
传授实践的方法嘛。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解深密经，因为我认为它是有理有据有方法，它提供了甚深的理论，它同时指出了修行的方法，更重要，他修行给你看，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应该怎么转折啊！所以再一次强调《解深密经》的重要性，《解深密经》全经说如来藏的见修行果，然后与文殊的不二法教的见修行果可以说是究竟不二。简单的说，《解深密经》所传授的方法跟文殊的这个 non-duality middle way 究竟的不二中道是同一，如出一辙，方法是一样的。本品乃世尊如来佛与文殊菩萨的究竟甚深的对话，所以他不是方便说，他是什么说啊？他是如理说。为了教化的方便，所以在经文里头，你还是可以看到他。为言说而言说，他还是需要使用什么名相嘛，名言意句嘛，对吧？名言意句是属于方便说，但是他们两尊讲的都是如理说，甚深的如理说。所以虽然他采用名言意句来教化众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窥报一般他的密意的究竟哦。那这一品就是如来成所作是品，可以分成三科。第一个问法身相，就是问及到如来所说的法身它的事跟相，怎么成就这个法身？那法身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相，彰显什么样子的相啊？第二科是问如来心它升起的相，又问化身佛，也就是应化身，应化身的身与相。如来所行的这个境界应该是怎么样？当问及佛成就这个佛果的时候，正等正觉的时候，转大法轮的时候，入大涅槃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这一品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就是他在成佛成正等正觉的时候心理状态怎么样，他在转大法轮的时候，转大法轮当然是教化众生啊，对吧？从教化无比丘开始，他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入大涅槃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所以他的精彩是可期的。第三个，问如来的威仪，怎么来示现如来的威仪？这个时候就要问了，如来法身这个威仪指的是什么？不是像我们讲的行住坐卧是威仪 ，no。他说这一个如来的威仪特别指向如来的法身，对什么？对世境的指导功能，对世境的指导功能。你看文殊他为什么有要成就大威德金刚，一定是对世境有一定的指导功能嘛，对吧？以此类推，每尊佛他的威仪能够摄受相应的众生，这个是对指向对视镜的功能。好。